好，同仁，大家午安哈。那现在我们进行第四次会议哈，先请秘书长来宣读第三次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9日上午10时16分，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人黄定和议员等31人，列席人县政府财政处长林家养、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主计处长陈振兴、追算科长林秋雪、工商旅游处长陈长伟、文化局长李志勇等。户外单位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审计室兼审计官李义勋、审计兼科长林淑丽、稽查兼科长林志忠、审计吴建林、审计朱忠义、审计许淑佳等，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7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10时16分至10时32分，又至10时59分至12时止；陈议员福山，10时32分至10时59分止。记录陈鸿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验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二次会议议事录。三、主席陈议长文昌报告，本会第18届第9次临时会，27、28。两日议程因受梅及台风来袭，县府停止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影响会期延至10月4日下周二。原定表列议程日程依序顺延，详如修正后议事日程表提请大会同意。决定同意。讨论事项：审议中华民国104年度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决算审定数减明表税入出部分。自县议会主管宜兰县议会罚还及赔款收入，及自县议会主管宜兰县议会一般建筑及设备指本年度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税客收入，及自税财产收入值。本会决议除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财产收入第五次会继续讨论外，其余各科目均照审定数通过。临时动议，动议人张建荣议员，林动是370号，胡议员陈富山议员等。按钮，本县遭受梅基台风室内至电力、电信、农业等严重受损，原建请大会同意变更议程，请县长率相关局处主管列席报告，以了解灾后复建情形，并落实善后事宜之有效办理、有效办理案。办法，请县长率相关局处主管以本18届第9次临时会第四次会议9月29日下午20:30进行专题报告。大会决议照案通过。散会，中午12时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确定哈。那现在我们来进行下午的梅基台风所造成的财产的专案报告。好，陈议员。我感觉吼，伫这个今年105年、104年、103年的尾啊，开始较重嘞啊。每一项包括临时的决定也好，总预算决定也好，审预算的决定也好，每一遍要邀请伊县长亲身莅临，毋捌来。这我看即届做五届，我毋捌看到这情形，即款。啊，到底是安内？咱议会决议，你求今仔县长，我县长说的，我毋是讲你来无够格吼。我意思是讲，你今仔日拢无请假，人是招待。啊！叫你报告有啥物遮困难是无？院长啊，你103年的尾开始，甲104年严重，甲105年同款。这改到底是安怎？院长你嘛讲者，是啊，咱卖讲是今仔日啦。每一班包括总医生的协商协调，而且馆长来一个，因副馆长那遮拢无效啊嘛，都决定啥？你讲我听一下。哪一摆你决定啥？你讲我听者。咱个基层建设也好，创啥也好，讲有损失啊，无损失啊。啊，逐边个邀请拢袂来，议长到底是安尼？你嘛敢报告者？是安尼发生这个情形，你怎嘛报告者？请你报告者来。讲得真努力啦，我请县政府的代表来讲一下吼，来说明一下。那我们就开始专案来报告了，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副县长及相关主管啊列席报告台。啊，相关主管。
表怎么卖噻？好，就刚才陈议员所指教的那个副县长，是不是要回应一下？啊，议长，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刚刚陈议员所指教的有关今天灾害的报告的部分，那么刚刚县长接到这一个邀请的报告之后啊，因为现在灾害的复建，我们从这一个防灾应变中心在28号的清晨解除之后，马上就转为灾害的复原的小组。那么这个部分呢，县长指派我专责来负责这些灾后的复原跟复建的工作。那么从昨天开始，我们呢一直在追踪相关灾害的处理，包括电力的损害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灾害呢，因为整个掌握，那么是我在负责，所以县长特别啊，一方面他有这一个行程，一方面呢要我来这边跟大会来做这一个报告。以上。好，好，好，张议，全议长，议长，下周啊，咱副馆长讲这啊，行不通了。啊，我是讲咱议会啊，来做一个决议，伊把昨昏伊下昼的行程啊，报告予咱本会。这议长你爱，咱会使去问吼。第二啊，咱身为18届议长，无咱得你提着，但是我是感觉讲，你连输啊尊严也无。咱这议会啊，只要你到黄志超在到，凊彩共讲者，要共罢安那都共罢。这社会不是，咱是一个尊严啦。有相当的理由伫外县市，啊，无多有经济会议伫倒位啊，袂无主要无伫议员官，咱来原谅伊啊。伫宜兰啊，那照拄只副馆长伫讲这个话会通，啊，伊无局长，拢无局长，啊，佮副秘书长啊，足侪人呾督导啊，伊就是无伫尊重咱这个议会。所以讲，我是建议咱议长啊，咱尊严一定要提出来。你的尊严佮无提出来，咱你呾已经啊讲对要两年啊。我想甲你问。基层建设也同款，皇帝喏，议员甲讲，讲话咱甲副馆长讲好啊，讲到尾啊，3万块那无去，啊，你要想3万块比代表，搁较一个无一个尊严嘛。你等两年甲打，你连去共尊重这议员的权责那拢无，啊，大家好较好啦。啊，搞你好，我看这是无通啦。哦，这民意代表大家说话，这是一个议会，一个议段。咱伫遮要求伊来遮甲恁立些会议，风态无重要。大县主席员官欠电的啊，已经遮尔济。啊，你应该咱官府这边要安那措施，今日去救，第一步就电尔嘛。电我那个救出来，伊应该来向议会报告啊。啊！无像政府来遮，伊昨昏伊来，什么货伊来，甲咱报告一下。咱新来一个议员，真难得，拄伫开会，甲拄到这风台啊！到二十四号，咱若无开会，咱来邀请要创啥？救灾现场，我想讲议长啊，你应该提出你家尊严出来。哦，我想讲这款的，伊副馆长甲咱讲说，应该是袂通啦。哦，咱是不是择时搁开？哦，对这无意义去了，好不？啊，多谢。好，来，黄定黄议员。副馆长来吼，咱是真欢迎。但是伊对我报告安尼吼，我就感觉怪怪。
管政府的执行层面，副馆长，你受馆长的指派来去做负责的，这个没有问题，哦。但是议会这方面呢，是馆长直接爱对议会来做负责的，不是馆长变一个隐形人，去到倒一个单位，就会当用伊想的，凊彩叫一个来做隐形人，凊彩叫一个来做个代理来议会报告。今仔日做风台，所有议员嘛面临到地方真济的问题，譬如讲停电的问题，每一个人拢来甲议员拜托，拜托讲吼，啊，我遮是毋是能较紧一个，对吧？馆长要对所有议员来做负责，伊来遮报告，啊，则带领咱副馆长以及所有有参与伫救灾所有人员，即个来做一个回答。阮得到恁个敢承诺，也是讲敢说明了后，阮大家伫地方服务的时阵，嘛会当真顺畅来去甲百姓沟通，互伊去免烦恼。安尼嘛则对啊，这是每一个人负责的态度啊。啊，馆长即个煞变隐形人嘞。第一，无请假单；第二，请假单无去倒位啊，嘛无报告嘛，毋知影。所以讲，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设计的制度啊。设计的制度是馆长民选的，议员嘛民选的，爱针对议会来负责才对啦。好，黄燕，黄燕请。啊，局长、副馆长、一个主管哈，各位同仁，我想安尼啦哈，这个灾害应变中心成立之后啊，县长当然是指挥官嘛哈。如果那应该以编制上，副县长应该是副指挥官，在指挥官的旁边一起辅导协助县长来指挥应变。我想今天副县长在整个应变中心应该对整个燕县的灾害的情形应该相当清楚，所以今天请副县长来，应该在专业上跟所有了解度上应该都没有问题才对啦。啊，以上。啊，陈燕。一个主席，副馆长阿哥，大家好啦吼。我感觉不是讲副馆长的那个执行能力不够啊，啥货啊啦。我感觉这是尊重的问题啦吼。啊，尤其讲灾后的迄个恢复啦，怎么样真重要。啊，我相信讲拄啊，咱反正就以前伫讲的，以前甲副馆长伫协商啊啥，拄啊陈文山议员103年甲今嘛为止，一挂现任副县长伫承诺的代志，那无法度去实现啦。啊，伊嘛是讲讲啊煞去安尼。啊，我伊嘛讲像拄啊，咱迄个老议长伫讲的啦，咱择期再开啦。我感觉对这两天的时阵再择期再开啦，希望讲诶主席你裁示啦。咱我咧讲，咱唔通这样打脸啦！啊，我相信讲，不管专业能力，我咧讲，无叫处长来的话，是安那叫了副馆长来？那是要叫伊馆长来？到底咱宜兰管理怎么灾损恢复情形怎么样？啊，拜要来执行，请今仔我都要看。环保局最重要，环保局无来啊，对不？你环保局无来，你阿盖遐物啊，像个树叶啊、山花，要安那处理？诶，别是唔知影咧。诶，妈问我啦，唔知啊，到底要收钱无收钱？他们要不要负责？对不？我想择期再开啦，我附议阮老议长的讲法啦。好，以上，谢谢。好，黄议员，过来，你稍等，你先啦。议长哦，副馆长甲所有的局处长，各位同仁哦。其实来讲起吼，物件是要知影对甲唔对啦，对甲唔对分未清楚，同惨。议会来解讲事实咧，对无？你开会既然无来，我甲伊讲互你听。馆长，迄、那个馆长敢袂来？啊，你有当时伊若个无闲，无咱就准你讲诶，互伊听候伊闲，咱来配合伊嘛。照讲，伊是配合咱。啊，即摆咱已经都讲想要配合伊就好啊。啊，咱就来配合伊啦。吼、哦，咱就来配合伊嘛。啊，代志要解决。啊，你讲有当时讲一个坦白啦，嘛未使哦，副馆长责任相当啦。啊，今日来讲起来，既然馆长伊个走透透，啊，伊个走透透无走到遐个呢，对不？这副馆长嘛无了解啊。你真正讲人要去问？
副馆长有真侪所在，伊嘛无法度共答应，伊嘛无法度啦，对不？这个灾害应该三星甲银山就不哩严重啊啦，啊，卖讲三星银山真严重，各乡镇市拢真严重啊啦，啊，所以讲这来讲起吼，无来来讲起吼，我是感觉讲，二六这是你个人的看法啦，这是针对你，也是针对这议员，啊，这对不？我哪有人可比讲专案报告既然提出啊，你话这是你馆长不爱来？都有多一关是有人安尼无？对无？这即马唔是今年，唔是即届咧，对无？自你做局长，伊就甲你闹开啊咧。啊，即马佫重演出来，我是讲安尼吼，较无遐适合啦。这我来讲，这问题吼，其实讲的唔是这议员伫紧张啦，嘛免紧张啦。副局长你家己去处，家己去发落就好啦，对无？那较早别人做局长，哪会无这个代志？着你做的事，啊，馆长敢会使不爱来就不爱来，啊，把议会当作啥？对不？局长，你家己去裁事啦，哦。好，邱远。啊，陈局长，啊，咱保护馆长，啊，各位局处长吼，咱各位同仁大家安吼。啊，针对咱今仔日下昼吼，进行这个梅季台风衰灾害报告部分吼。本省认为啦，风台杜煞吼，宜兰县的灾情还未真完全处理好吼。县长是咱宜兰县的大家长啊，在整个这个灾害过程当中啊，伫指挥调度啊吼，他讲甲咱所有管务团队拢非常的辛苦啊吼。啊，咱再去议会决议啊，希望会当伫下昼来邀请管务团队由县长带领来做灾害这个专案报告吼。啊，本少是认为讲时间有较仓促了哈。啊，既然咱有副馆长的编制，而且副馆长阁是馆长的副手，会当充分代表馆长来对整个灾害的情形、应变的情形来做详细报告加说明。我相信副馆长的能力甲代表性拢有够了哈。所以我希望讲咱啊，即届啊，这个灾后复建的这个专案报告啊，会当继续来维持落去了哈。因为时间阁拖落。咱在座议员拢有基层啊，真侪即反映真正的声音嘛吼。我希望当借即届机会，赶紧回政所意见，互咱管务团队赶紧针对咱现主席各乡镇即个灾害啊，回政无着的部分啊，赶紧来做一个充分的回政。有较有意见，互管务团队赶紧来做一个啊收集。安尼，我相信对咱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是讲对在啊福建的情形，才会当带来真正的一个加分啦吼。所以本身是希望讲，咱这个相关的这个财政报告，会当赶紧继续啊持续下去的吼。像咱即届你也看，风台刷了，等于跳多几排，吼，包括灾损等等、农损等等，这么多。所以我希望讲，像咱有较好的建议方法，比如讲，咱像三星哦，其中的故乡，伫台七边这个部分多几排。即卖还阁7000多户停电的情形，啊，到底是即种的电力损害的情形，咱要安怎避免日后阁有这样严重的情形来发生？这就是咱来管府会政所意见好了后，甲中央相关单位来做一个会政，来做一个相关电力设施的改善的工程才对吼。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是请副馆长来针对大家烦恼无电无水这个问题，看要安怎解决，请副馆长来做一个详细报告吼，莫让咱所有的议员或者是所有乡镇。公所的即民意代表，大概的风台煞，就烦恼电甲水即个问题，所以我感觉即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吼。顶年咱的风台煞了，大家拢讲真济啊，但是结果嘛是拢无一个真好的改善。你讲交通设施同款啊，你讲耗资灯灯杆，咱若去外国的先进的城市看，人伊种耐震系数啊，是讲耐强风的系数啊，拢比咱台湾即整个即设施好真济。这嘛是咱会当学习的一个空间吼，所以本上认为应该是针对这相关的财政的部分啦，日后看要改善等等，来做一个详细说明的报告吼。以上是我的建议。哦，党员陈浩山，党员。讲起来吼，林创源馆长咧，你连任这么顺势，第一讲就是副馆长。副馆长甲做甲真好，伊唔则第一会当连任。但即马剩两年外啦，吼、哦！你啊想讲看，今仔日
大家拢今日也是讲，今日是讲，做讲是昨昏的情形，咱就唔敢叫伊来啦。今日也是昨昏的情形啦，吼、哦！啊，今日已经都过两三天了，应该这周副馆长去，真顺手啊，上局长这种这厉害啊，对。重点就是讲，到底议会个邀请，唔是今日的意思。每一届个邀请，这两年拢歪来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吗？啊，所以本席认为吼、哦，今日应该是休困啦，吼、哦。拄啊，嘉庆阿妈咧讲啦，拄啊，我嘛接到电话啦，无电话真济人去人看看啦，这议员嘛下乡一日啦。啊，不如今日就莫开个啦。我以前建议是安尼啦。黄建勇议员，议长啊，副馆长，各处局长吼，各位同仁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要来报告这個，我看副馆长伊的能力是绰绰有余啦，卖讲副馆长，遮个处局长都拢有迄个能力啊啦，吼。但是即卖就算讲宽责权责的问题啦，今日恁遮个处长、副馆长恁来，恁拢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认为啊，恁对议会啊，恁的权利啊，哦，你们对议会的权利啦、啊，用当不可能啊，甲馆长的权利变大了，哦，用当馆长是爱对议会来负起这个报告的责任啦。所以我感觉副馆长并不是讲阮对恁的权利，对你的这个能力无够，实在是今日哦。馆长来，尤其做王台山吼，我看伊讲真正有影有比规个宜安县的县民较重要。王台山输走出来，啊，而且讲话歹听，灾后重建的问题啊，嘛真济部门啊，还未做好。阮嘛，即个议员嘛，努力接到别人接到咱即个县民啊，南面无电啦，无水啦，哦，足济问题拢还未处理，啊，馆长就做伊去别里啊做创啥？我认为啊，馆长，即届用当算失职啦，吼、哦、啊，议长，我看你的看法是安怎？我认为是爱择期啊，再行做这个报告啦，吼、哦。啊，议长，咱副馆长吼，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吼。啊，我是感觉讲，咱即届风台吼。诶，严重性啊，大家拢心知肚明吼、哦，咱真侪议员拢非常关心啦吼、哦。啊，咱副馆长既然啊已经是咱馆长指派吼、哦，是这个灾后复建的召集人啦。啊，咱相关科室的这主管嘛拢伫遮。啊，我相信讲咱在座真侪议员嘛有真侪建议的事项吼、哦，希望讲馆政府这边会当啊赶紧来采纳啊，赶紧来执行吼、哦。啊，赶紧啊来恢复咱平静的这个生活吼！啊，这灾后重建的工作哦，刻不容缓啦！啊，我伫遮我是感觉讲，咱下晡这个时间是毋是咱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同款会当提供吼，县政府由副馆长这边来回正吼，啊，甲这个资讯甲带登县政府那边来做统一的这个处理吼。啊，若需要馆长报告的部分吼，咱是毋是日后再搁找哦？看，还过几日工的会期，是毋是再过切一下时间，请馆长半时间来做一个报告？啊，下晡咱对副馆长甲所有主管的建议事项吼，啊，希望讲赶快来把握这個时间吼，啊，好好啊来做一个甲馆政府沟通啦吼。以上我的简单的这個说明。好。甲大家报告啦吼，这吼这回安尼吼，我就是内心嘛，来充满了矛盾或是感慨啦吼。希望就招副馆长拄则甲大家说明，就讲馆长就因公不可劣事啦。我个人感觉，当然也是唔好啦，吼，嘛是唔好，嘛是唔好啦，嘛无好啦。不管是照讲要尊重也好，照这个法律的规定，就地制法的规定也好，应该若有咱议会有需要要了解什么事情，照地制法第49条的规定哦，
吼、哦，就是讲咱伫开会中间哦，对特定诶事项嘛有明了必了诶时阵哦，特邀请，就是包括馆长、包括首一级主管哦，来列席说明啦。实际上，这法律也是规定啊，遮清楚是即个必要，甲即个规定啦吼、哦。所以我感觉，吼安尼讲无来，我个人也感觉无好啦吼、哦。啊，但是安尼啦吼。哦大家嘛了解啦吼，不管是一般的事故也好，还是讲这个风灾代志也好，副馆长是差不多是第一清楚的啦吼。伊若是啊，你第一线啊，实际上你这执行这个吼，这个灾后这个善后的代志啦。所以伊也已经来啊，啊，咱讲都啊，而且吼，佮遮济一个主管拢来啊吼，即摆是上重要的时刻，你抢救上重要的时刻啦。你讲安尼，咱的内耗。对咱的乡亲、咱的官民是无好的啦吼，我这点嘛要甲大家报告啦吼。这第二啦，你话讲煞着，我真诚恳啊，大家讲啊吼，这个实际上是无我认同啊。啊，我个人的感觉啦吼，议会尊严嘛好，咱个人的尊严嘛好啊，是看你讲咱做人做事的态度啦，处理代志的吼，这个内涵也是讲方法啦。我早起吼，恁都嘛知影，我嘛是讲，因为阮三省吼，阮三省严重甲讲，都一逝路安尼，电脑车倒一排啦，是足严重。啊，即马大家啊，嘛会使讲 iPhone， 是吧 ？iPhone 骗你，只要都无电，你也知影讲，冰箱物件要插落去啊，大家足艰苦啦，即天无啊，所以我也想要讲，要下乡去。吼、哦，去慰问这工程人员啦吼，啊，要去大家看看，有诶自倒个，有诶规个铁柱拢翘到，足侪阮三省有诶封空嘛。啊，拄仔副馆长讲伊是讲安尼啦，因为伫海口入来了吼，甲三省遐就缩下去啦，所以封锁吼，啊，搁这边诶风台是用安尼伫架诶，足足严重诶啦。我也想要落去，要落去下乡去慰问去看啦。啊，实际上你也知影，我早起着副副院长因兜有代志，伊也未当来，所以我无来也未使吼。我嘛是请阮服务处的人，请阮太太讲啊，替我去行。啊，但是其实咱因为即马上网络就找，即马网络即遐尼发展哦，马上就得到回应啦。大家嘛会体谅，讲咱体谅工程人员，啊，就讲大家共同来合作，吼、哦，即、這个啊，就即天灾嘛，吼，啊，天灾赶紧哦，会当复原，啊，咱的百姓会当来吼，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啊，宜兰县会当吼继续永续做好诶发展，我再一度拜托大家啦吼、哦，就是我认为唔好啦，不可能唔好。啊，但副馆长来啊，咱啊伊也上清楚诶，伊也是实际执行这个业务人，我们咧要给他相当程度的尊重啊，吼、哦、啊，而且遮侪人来，我们咧不要歹有社会甲咱讲啊，咱伫内耗啦，吼、哦，咱伫内耗，遮重要人应该互伊去做安排。啊，你即摆讲安尼，我想也无必要啦，哦，来拜托大家啦，吼、哦，拜托大家啦。我讲吼，局长，你今日对我讲吼，大家拢尊重副馆长啦。啊，这局处的拢来，啊，林聪贤袂来，啊，唔对是伊，也是这唔对，也是这议员唔对。所以拄则甲你讲，对唔对，爱找出理由出来。爱袂来就袂来，伊家己会当做啥？有请假无？有家己会请假无？买来，无政府啊，你要尊严嘞，你当作啥？花买来就买来，啊啦，客气啊啦，再去玩客气哟。我你讲啊，为正一个副馆长来要听遐报啦，我来反对副馆长，唔是反对副馆长，反对馆长无来的人。人家啊啦，你搁排时间嘛，搁报嘛，对无？搁来，搁转来报告，搁一届嘛，啊做两届啊，啊好无？互你猜事嘛，你猜钱要做啥？不是啦，你即马下晡时间，唔是都下晡时间，大家拢在内耗啦，我了解嘛，你来决定。啊，咱即马无啦，我问你，无来唔对人是啥人？我你讲一句啊，唔对人是啥人？我拄仔讲的无好啦。啊！但是咱是临时，是林聪贤馆长唔对咧。啊！咱是临时甲要求啦。咁副馆长唔对，咁只一路都这样唔对。你要找出讲唔对人是啥人，无是非，安怎？啊，做啥物事长？
就你做人才安尼啦，较早人捌安尼无？较早人教无？互你民主，甲你讲过，对无？替你讲过，替你唔甘啦，替你可怜啦，你做啥局长？安尼又做啥物开啥会？有来无来，唔是我个人的主张。你要尊重县议会，要尊重你这个议长。你昨昏啊，头到尾啊，走安尼甲人接，安尼甲人接，我看咱嘛足唔甘的。你甲县长是平起平坐俩，结果讲你敢就你人接落啊？我看了足唔甘的。议长啊，你偌大你知无？你考清袂落，你也唔知哦。你咧乱来你个，对无？我只有讲对甲唔对。还有一个是非，伊买来送一个请假单来，我今日有代志，要紧嘞，我袂当来，有请假无？哈、啊，因各局处任何啥人，若有代志要去台北有迄落，嘛有请假单来，或者议员讲啊，多一个人有要紧，伊去请假，今日来啥？咱敢会反对？你今仔日伊若有尊重议会，伊来总就请假单讲，我县长有代志，我下昼袂当来，叫副县长代理我来，代替我来。应该这个人哦，哎，伊有尊重县议会，伊真正安尼来，对无？有啊，买来就买来。你这么就咧讲啥？伊足要紧嘞，副县长无要紧吧？对无？来，伊平个大啦，副县长做平个大过啊！我甲伊讲事实嘞，对不？啊，你讲硬啊啦，硬你要信，硬你要开。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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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啦，讲了真好啦。你该买尊严。好啦，多谢啦多谢啦，讲了真好啦。每一人尊严的这个尊严的。院长，你那讲一群啊，都有人冤讲啦。你坐落啦，你坐落啦。我讲你听啦，你安尼怪怪怪讲，我来这敢浪费时间，来浪费咱议会时间。你袂用安尼怪多顿啦，你怪阮来浪费议会时间啦。无这意思啦，无这意思。你拄仔意思就是安尼啊。无啦无啦。馆长唔来报告，你怎么怪什么？阮来这浪费这个开会的时间，浪费无副馆长报告，对不？你甲想啊，伊对议会嘛无请假，洪灾拄煞，咱的规个洪灾重建还未煞，啊伊来什么代志比老百姓的性命，比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重要。全民的生活无重要，啊，有什么因公事情会当出来，啊，无伊即马去代理嘛，嘛遐面遐面在秘书来报告者，县长因公出差去到位啊，对不？啊，你来怪阮议会在开会来浪费时间，唔对啦，那院长你唔对的啦。人事室嘞，人事主任嘞，人事处长嘞，县长去代人事一定爱知嘛，对不？伊一定知嘛？好啦，我大家拢讲了真好啦，我讲啥拢唔对啦吼，大家卖误会啦。我意思是讲，我们不要这样内耗啦，和社会对咱的。一定要你讲这正经讲，大家都爱过去的话，什么的内耗，我是当时要改内耗。不要，我不要，我是当时要改内耗。来，这一个重建委员的主在路上。专责负责是副馆长嘞，副馆长今日带领大家去啊，叫林创来解释一下有啥物困难啦。卖物件较济啦，啥物件较济？爱水爱电吼，啊你嘛，上比吴组长较了解啦。我讲，你搭关键水，关键水，三江经验，等你关键对头。你即摆人啊，你遮，伊是当年的管务代表，当年的管理代理人啊，伊来嘛有啥？大家卖物件较济啦，啊你知啊就好啦。你遐讲这，拢讲这都好啊。你嘛拢讲干嘞啊？啊我嘛拢先收啊。对不对？啊，那个尊严不是建立在遮啦，尊严是。对啊，你讲爱水爱电，对，爱啥，爱要紧，啊，经济要紧，啊，而且你嘛，大家嘛，受灾啦，电甲水嘛，不是关照，关照他们是讲到尽量讲安那来，吼安那来，安那来个协调，安那较要紧，安那赶紧来进行，赶紧来调人，啊，其实一项都拢在处理啊啦，这物啊，大家拢在受灾啦。啊，今仔是议员。第三天，请县长来报告，昨昏乡长院长来，随时了结果是安怎？因为别人电话嘛无去嘛，爱了解一下。安尼有啥物困难嘛？你讲来听一下嘛。啊，你个话讲啊，坐坐。啊，你讲你修理阮？我当是修理你啦。我讲啥拢无好哩。嘛，同情的嘛安尼啦。你即看呢？你同情的嘛安尼啦？你。要困啦！要困啦！要困啦！要讲好县长，好转下啦！我不如
我卖几啊啦？有啦有啦，一会期时间嘛足少的啦，嘛安尼啦，吓啦。我无了，定二十号再来开啊。我了定二十号再来开嘛吼。好啦，我征求定期大会再来迄落啊嘛。即马要求。哦，你今仔日讲的吼，我一定讲好。定期大会才开。哦，啊，咱今日个车拢煞。哦，啊，就明仔免开啊。明仔免开啊，两定期大会才开啊。我照你的意思，我明仔袂来。啊，大家拢袂来。你讲的定期大会才开啊。你安尼是咧舞啥？你有你阿个愈舞愈乱。不是啦。你呾敢讲做电器台，我再来去当拢卖什么意思？你呾什么意思？哎，拜托，等好等大。等大，等差不多，差不多。我表达讲，只要你着要甲解读做安尼，我是讲对这个专案。你拄仔我讲无电器台，我再来去。啊，你若是干哈啥？你是干哈啥？专案报告，你着讲卖啊，即马今仔卖啊嘛吼。我讲啊，你即马因为临时会会期才剩几工安尼啊？临时会咱有议程嘛？吼，咱的议程着要处理这个决算嘛？吼，啊，就这个专案报告，赶紧让伊抢修，赶要紧的代志让伊做。哦，做哦，水电赶紧来恢复，有发百姓人过正常的生活。哦，定期大会嘛无偌久啊，要转咱报告。哦，再请再过来排时间来转报告。哦，你讲了我会接受你。哎，好啦，你拄仔讲做定期刚好都超过了定期大会。是的，是的，我表达无好啦。世间有这个代。我表达无好啦。啊，无都啊，哦，来，顾员。对吧？各位同仁哦，我是认为讲，既然已经副馆长甲这个局长拢在遮吼。今仔这个会开绝对有必要性，嘛有伊意义伫哩啦吼，是毋是？咱赶紧出时间嘛，剩点外钟咧吼，会长大家意见，救灾乡镇需要救灾乡镇还阁真济啦，吼，是毋是？咱卖个意识陷入空转吼，是毋是？咱大家赶紧提供意见，各乡镇的情形，赶紧报副馆长，和咱管务团队赶紧来做救灾工作才对啦吼。我就是讲，这个会议要赶紧大家开始啦，卖阁。你到拢是啥物去空转？啥物甲恁空转啦？你到底你讲啥？做头一届议员，拢爱较介意副馆长的款，敢若毋捌看到馆长来转咱报告？我做五届吼，我也毋捌讲转咱报告拢副馆长来的。嘿，我即摆感觉怪怪的，我即摆感觉怪怪，即摆感觉副馆长，敢若领导既然馆长敢若是啦，即摆是啦，迄句当时吼乱来去的。咱要讲出来，头一个唔是讲为啥，爱为宜兰县议会做主为准，对不？这是伤害宜兰县议会，下头阁开落去。宜兰县议会，你什么尊严？副馆长买来就买来，恁刚刚开，安尼是啥？你免想看，啥要紧？哎，多谢啦！我感觉宜兰县议会素质真啊真高啦，讲实在，大家讲也足有理啦。安尼啦，就是讲，呾副馆长相关的局处长拢有来啊，要紧的啦，安那来复员啦吼，百姓当赶紧来过正常的生活啦。啊，今仔专案讨论，都甲你阿卖开啦吼，我们酌起再来检讨啦吼，酌起再来专案讨论啦吼。啊，一些唔对，我来承受啦。好啦好啦，对不起大家啦吼，啊大家，歹势啦，失礼啦吼。好啊，咱今仔会议就到这来结束啦吼，哦，因赶紧转去做工课，啊大家嘛通啊互相，落乡吼，去甲咱的这个乡亲来做一个吼，低线的接触啦，来甲因了解，来甲因协助啦吼。今仔真歹势，真多谢大家吼，啊下晡会议到这来结束，散会。